如果找你做代 MPD， 最想给跑男团安排什么游戏？安排一个睡觉的 party。 没有了，我是去年说到现在，我昨天还在问今年有没有泥潭，没下过，因为我好像就没玩过泥潭了。接下来邀请沈雨洁来的时候，你们一起下泥潭啊？他是人家是力量型的选手。